这一题写上一句话最重要。百分之百月考一定考，月考一定考。好，再来这一题，好，一定要记起来。当绳子碰壁的时候，记起来，碰壁的时候，碰壁的时候，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好了。碰壁一定会出现新扇形，碰壁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新的扇形，新的扇形，碰壁出现新扇形。好，好。要弄壁嘞，碰壁会出现要弄壁嘞，弄壁是死啊！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，碰壁像走山路也是一样啊，走山路一边是悬崖对不对？一边是峭壁嘛，一边是悬崖嘛，对不对？那些有经验的司机你知道吗？常常走山路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只要在因为常常走山路，那个车子那个刹车器都容易失灵啊，所以他们养成一个习惯，当出事的时候一定会马上去撞山壁。你不要宁愿掉下去啦，你要去撞山壁啦。啊，像上次有一次在新竹那芝麻库斯有没有？有一次游览车整台摔下去有没有？它就是两台车子嘛，那有一台小客车就要下来嘛，一台修理车要下来，那一台游览车就要上去啊。哎，结果那游览车就要让那个小车子过去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结果呢，当他还没过去之前，他就停下来之后就突然熄火，整台车子就滚到山崖下面去啊，就死了好多人，死了一二十个人。那新闻你没看哦？然后我跟你讲，我那天看完那个新闻之后，我就写一篇文章 po 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嘛，你知道吗？正常的做法，那个司机要有忧患意识，要警觉，他应该要先叫什么？先叫所有人先下车，那等他车子上去那个坡之后，才叫所有人什么再上来。啊，真的，可是那个司机可能对自己很有信心，你懂吗？他可能自己以为这台车子是我开的，我很了解车子的状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所以很多人坐在上面的旅客，他会想到我先下去吗？也不会，大概偷懒就想要坐得舒服啊，你懂吗？所以意外就这样子发生了。如果是正常话，应该要先下车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哈，所以有时候多想一步了。再来这边，好了吗？啊，所以请问你，你知道这里出现几块扇形吗？他能吃到的范围是几块扇形？你们发现这里当圆心，绳子拉直之后可以吃到最远，吃到这里，最远可以吃到这里啊，这里都是它的范围啊，所以你们发现这里刚好就是一个，对，它可以吃到一个小精灵。好，还有，当你碰壁之后，当你绳子碰壁之后，凸出来的一小段就是新的半径，新的半径这条绳子又是可以继续绕了，所以会出现新的扇形。所以呢，这里又出现，这里一小块又是可以吃到的面积，好了，会不会了？所以总共有几块？两块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所以来看喽，来，这块怎么算？半三成名字。小经理不用想了，小经理就是厨师。厨师成三，对，偷懒，厨师成三。好，再来，那上面这一块呢，半径多少？不会了哈，不会了哈，哪来的四？我只看到十二，我只看到十四，看到八而已啊。对，所以这里是四，所以来半三，然后呢扇子是二三，厨师，对，半三厨师。好啊，再来会算的哈，会了哈。好，除掉四三十二，除掉，所以呢三三九，二十八，108乘以三二四，所以最后总共是三
三，收工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什么东西？打广告，打广告。为什么打广告？有啊，嘿啊。好，好，下一题，麻烦你想象一下，你就是那只牛。想象你是那只牛。啊，你呢？你要吃到最多草，就是把绳子拉直直的嘛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自己走走看，你每个地方你可以吃到最远，吃到哪里？把最远吃到哪里，慢慢瞄起来，听得懂吗？来，瞄瞄看。我这里可不可以？这里可以唱了吗？我可不可以唱？来，来自己试试看，绳子拉直表示你可以吃到最远嘛，拉直就是你可以吃到最远，懂不懂啊？所以之内的短一点的都吃得到，所以呢到最远最远这里都可以啊，这里十二也是吃得到啊，所以每一个最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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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点点点点描出来。好，跟我讲它可以吃到草的形状是什么形状？好，我画这三个地方都是拉直，绳子拉直十二公尺，十二公尺远的地方，那表示这样子绕过来，是不是都是吃得到的？会不会？哎，再来再来，从所以你绕到这里来之后，有没有碰壁了？啊，碰壁之后又会出现新的扇形。对，啊，新的扇形来，所以这里是新的圆心，这里呢凸出来多少？六啊，所以呢，新的圆心，新的半径，继续绕下去，又一小块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好去，会后，好，啊，这两块你真的会算？来，这块怎么算？你念，我帮你算，半径，半。等三百六十分之，直接除以四就好了，对。好，好，这块你会啊？这一块嘞，六乘六乘半半三，再来嘞。再来那一块嘞，看你的图比较清楚。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看你的图，几度？几度？对，这里六十度。来，写上去，这里六十度。好了吗？啊，剩下会算了吗？这里约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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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六三十八，在这里除掉，这里除掉，所以等于一零八，所以最后再啊加起来是等于一二六，收工。好，不简单。